同学们早安，我是林老师。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所要做的练习。在还没有做这练习之前呢，你们要先写上你们的名字和日期。好，写好了吗？来，我们来一起看。Okay, 跟着老师一起读第六单元，数一数，比一比。好，我们看一，大小多少？大小多少？一，读一读正确的画勾。好，来我们看。哪个比较大？哪个比较大？比较大。Yang manakah paling besar？ Okay, 小猫和老虎，哪一个呢？对了，很好哦，老虎比较大。哪边比较少？哪边比较少？哦，这是一只天鹅，这是一群鸟，哪边比较少呢？对了，很好，真棒，就是这里咯。 OK， 一群鸟。哦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根据二，根据图画圈出正确的答案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先读一读。 OK， 好，在还没有读之前，你告诉老师，告诉你的父母，这是什么呢？对了，老虎，是不是？OK， 我们来一起读这三个字。虎，虎。猫，猫。鹅，鹅。好，所以是哪一个呢？哦，自己圈啊。好，这个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天鹅。你这不是天鹅，这是鹅。哦，鹅。刚才上面的图片也是鹅哦， okay, 上面的图片也是鹅来的，刚才老师说错了哦，鹅。那我们看，一起读，虎，虎，鹅，鹅，鸟，鸟。好，是哪一个呢？好，圈出来哦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这个练习就到这边。同学们，哦，如果还没有做就做。